每个人都有合适的归宿，都有合适的归宿，这归宿都是根据其本身的实质而定的，与别人根本没有一点关系。新的丈夫与不幸的妻子本无关系，新的儿女与不幸的父母并无关系，是不相合的两类，是不相合的两类，在未进入爱惜之中有肉体的亲戚，但进入爱惜之中便再也没有肉体，轻轻直说了，尽本分的与不尽本分的本是仇敌，爱深的与恨深的本是敌对的，进入爱惜之中的与被毁灭的，是不可相合的两类受造之物。尽本分的受造之物是可存活下来的，不尽本分的受造之物将是被毁灭的，而且都是到永远的，都是到永远的。现在人与人之间还有肉体关系，还有血血相连，到以后都打破了，都打破了，幸与不幸的本不是相合的，而是敌对的，在爱惜之中的人都是相信有神的，是顺服神的，是顺服神的。那些被你的都被毁灭了，地上就不存在家庭，还哪有父母，哪有儿女，哪有夫妻关系，这些肉体关系都因着幸与不幸的本不相合而断绝了，断绝了。